65 公斤级的比赛, Tucson and 19 Kunlun Combat Professional League 3 Round Kickboxing Man 75 kilos. 让我们首先有请红方选手，来自长沙智鹏搏击俱乐部的刘旭. In the red corner from China, 刘旭.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Liu Xu, age 19, standing 178 centimeters tall. Only a professional record, 23 fights, 20 wins, 3 losses, 12 times by knockout. 让我们响起掌声送给刘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有请蓝方选手，来自遵义汉泰新民豪格斗俱乐部的哈姆扎莫拉迪安.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Iran, Moradian. Introduc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Morali from Iran, age 34, standing 178 centimeters tall. Only professional record, 36 fights, 29 wins, 7 losses, 21 times by knockout. 让我们响起掌声送给哈姆扎莫拉迪安. 男子65公斤级，红方刘旭，代表长沙智鹏搏击俱乐部。 哈姆扎莫拉迪安来自伊朗，代表遵义汉泰新民豪搏击俱乐部。对阵双方身高相同，有着整整15岁的年龄差距。战绩对比距资料显示，哈姆扎占优。有请场上裁判王元野，referee in charge 王元野。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 since we're on 3 minutes. No head, no elbow, no clinch, no takedown. Okay, listen to me. Cut. Good luck. Back. Judge. Timekeeper. Ready? 好，比赛开始，男子65公斤级，这是一个小以小博大的一场比赛呀，咱们的红方选手刘旭，年龄只有19岁，对阵来自伊朗的34岁的哈姆扎莫拉迪安。在这个战绩上来看呢，就是两个人的 KO 率还是挺高的。对，那个。 哈姆扎呢，他的是36战21次 KO， 没错，对，那个刘旭呢，23战12次 KO 率都挺高，哎呦，小心呢，刚才一拳打中了，哦，这是一个变线踢，是，这是打伊朗运动员呢，其实你一定不要单一，也不要就是说打这个就是直线动，尽可能的打法还是要立体一点，因为关键是不要给对方太好的进攻距离。 对，不要等他。这是伊朗选手有一个特点，一旦刘旭直接打中了，又一个后手又打中了。但是他这个刘旭呢是有一个动作，就是打拳的时候，尤其打后手拳的时候，头双方左侧压的太低了。没错，这是不太好的一个训练习惯。对，还有你看这哈姆扎的这个场上经验还是丰富啊，包括一些技术的体现也更成熟一些。对。 在这样的话，很容易是被哈姆扎抓到这种机会，因为知道你的这个习惯，不好的习惯，他一会儿会抓。对。哎呦，我两个运动员都有互换的，这种去打呀。
但是刘旭呢压的也还是挺紧的，但是头不要过低啊。对，尤其是被对面被这个哈姆扎固定的时候更要注意。哎呀，这第一回合两个运动员都这样去打，我觉得很耗体力的。哎，没错，其实打的都有很多有效果的这个点数，但是呢，但是你的动作过多的话，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很容易你的在第二、第三回合的时候体力不支。哦，这是一个滑倒，我们可以看到哈姆扎一直在采用一种控制的打法，且退且战。面对着刘旭的这种很非常紧迫的这种压迫型打法。哎呦，哦，刚才不错啊，跟上，跟上，一定要跟上。对，从年龄上来看，刘旭他体格会更好一些。真的扫地。对。哈姆扎呢，你看在这个体能上有些在下降了，这就是年龄差距的优势，全怕少是吧？对。对，刘旭呢19岁，然后呢正是这个体力最好的时候。哦，这个时候看我们可以看到，对战的双方经过了这前2分多钟的拼打，现在动作都开始放缓了下来。对。哎呦。但是呢，这个两个运动员的这个打法也是相似的。刘旭的手不要掉啊，还是要拿起来，挨了好几次重拳了。对。双方拼的都很猛啊，进入到第二个回合，哎呦，又是一个小高潮，对，跟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上，这因为在第二回合，刘旭呢，他的年龄呢，因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对，你要不停的往前去打，你才有说这个跟老将打的话，你才有机会，对，哎，跟上持续输出。可以看到呢，哈姆扎的动作还是非常灵活的。嗯。但是现在呢，他的体能应该是有所下降。下降了。嗯。但是打的还是比较准的。没错。对。现在是全凭着经验在场上博弈。对，尽量少出动作，但是出了动作一定要有效果。他现在是节省。没错。因为如果这一局没有KO的话，或者没有终止比赛的话，第三回合就很难再去支撑下去了。对，刚刚刘旭呢想做一个身体上的位移，但是呢没做好，背对了对手，被裁判给予了提示。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刘旭他要多做一些这个进攻，他也能通过这种就是你的身体体能上能够就是取得这个比赛的一些好的这种效果出现。对，实际上刘旭呢做出来的动作不少，输出的频次并不低，但是有效的进攻不多。不多，就是你的准确度不够强。对。哈姆扎呢还是比赛经验丰富，好多的拳腿啊都能巧妙的避开对方的抱架以及防守打得进去。对，你看比方说面部如果击打不到的话，我就直接击腹。对，这就是年龄大一些呢，他这个经验比较老道一些。对，打法更立体。近身呢我有膝。对，中远距离呢我可以用腿。对，然后呢你进来我就用拳阻挡你。对，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哈姆扎的体能已经我们可以看到啊，很明显出现了问题，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呢也不像第一回合那样拳拳到肉了。哎呦，但是呢别看他那个体力下降，但是打得非常的准呢。但是他所有的动作能做得出来，根据本能做出来的动作呢依然是有穿透力的。对，
但是刘旭呢，他在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习惯是什么，就是手掉下来，就是手老是掉，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坏习惯。因为你的体力好的话，你经不住打呀，你打一下的话，就可能你的体能会直线下降。没错，尤其是他自己现在本身也处于一个体能下降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对手可能一个不是特别发力的，但是动作非常标准的一个冷拳过来，就有可能对他进行击倒。对。对，千万不要大意。哎，看哪儿呢？对，持续进攻啊！你要发挥你的优势，就是不要停下来，不管是怎么样。在场上的时候，注意力还是始终要在他的对手身上。哎呦，哦，这能直接上脸，要加上后十，前手摆拳也打中了。哎呦，这一套打的也是，对阵双方拼的也是很焦灼。对，这第二哥没有。非常艰难的一战。哎呀，对于年轻的刘旭来讲，这也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但是他抓的非常的准。一个老将非常冷静，刚才有一个动作的细节啊，他的前手撑出去，后手准备要出的时候，但是发现距离没有了，他就把力又收回来了。对，尽可能的在保留自己的体能。对，就是明显知道就是没有效果了，就不打了。哎，对。决胜局开始。对，现在比赛到了决胜局，看两个运动员会在第三回合怎么样的去战术打法。对，经过一分钟的休息啊，哈姆扎的体能应该是得到了一些恢复和补充。对，其实这都有消耗，也都有这种被这个重击过。啊，刘旭开始跟着紧了。哎呦，刚才迎击很准啊。对，迎击很准，但是呢，如果这个距离是拉开的话，还可以继续去进攻的。对。对，小心。好，不进啊，并没有出击。对，直接放开了对手。对，要持续打进去。好，第一扫踢换腿。小心啊。上勾拳。好，前手的平勾还。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要持续的往前压。对啊，上部的大轮摆。不给对手留机会。好，继续。好，刘旭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压进去，趁着对方体能已经严重下降的时候，对，多打出一些输出来。对。其实在这个再高一些，对，在这时候你如果能把对手这个体力耗透，你也能取得这种就是好的这个成绩出。没错，毕竟他有一个年龄的优势，临场的体能恢复应该是优于哈姆扎的。对，如果把对手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也只要你在这个耗尽的时候打中了一个明显的那个击打点，其实对你这场比赛的话有绝对大的优势。对，千万要记住，你现在很累的时候，你的对手可能比你更累。对。持续要压进去，比赛的话还剩一分多钟，你要想赢的话，你就一定要多出动作，你要压进去，你才有机会的。刚刚他想做一个转身的正蹬或者后摆腿，但在这个时候，你本身体能已经严重下降和透支的情况下，这些动作尽可能的少做，因为很难起到效果。对，现在最有效果就是拳。对，拳腿都可以。不过你看他这个，两个人呢在打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拳要，哎呦打中，哎，要继续进去，继续再打呀，不要浪费了这次机会呀。哈姆扎还是老道啊。对。挨了一拳以后马上撤步，还以一个转身鞭拳控制距离。对。继续输出腿。对，再踢腿。啊，本身还有30秒的时间了，拼一波。这个时候压进去，尽可能把对手逼到绳脚的位置。对，持续输出呢，击打才能出现那种 KO 或者是 TKO 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对，推开以后直接做动作，不要犹豫。对。哎呀，这是也是两个运动员的体力下降太严重了。对，哦，比赛还有10秒，好，上步的砍腿，好，连续。对，现在低扫腿基本上力量比较大，你是 KO 不了或者 TKO 了。对，好，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哎呀，看到我们那个热血沸腾。对，这年轻的小将刘旭只有19岁，也在本场当中有着不俗的表现啊。对。
三回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期待着是 KO 啊。啊，对，但是其实呢是很难的。对，其实他已经这个状态已经，其实两个月呢都有这种水平，可以把对手 KO 掉，结果都没有抓住这个能力。嗯。好的，比赛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哎。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30 ，Judge Number One 30-30；二号裁判30-28 ，Judge Number Two 30-28；三号裁判29-29 ，Judge Number Three 29-29。比赛结果 ，And the winner is 红蓝战平。这一轮我的这个礼物啊没有送出去啊，但是呢我觉得